现在已经有一万多亩草场，草多了，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出水水养点啊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出水有多清。现在这边化工厂都已经拆掉了嘛，空气比以前会好非常多，能看到很多动物了。这里现在就是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，连鸟也飞进来了，原来没这么多鸟的，现在好多鸟都栖在这里，大家看着都非常高兴，空气也好，来的游客也特别多。